我感觉身临其境。看，看这张图片。对啊。哦，怎么这样？怎么扔的？感觉。哎，这是一个跳伞的，跳伞的场景。从飞机上跳下来，很容易会改变，对吧？会改变世界，对吧？好，那个时候他们对世界的历史的影响很大，对吧？他们叫三巨头，包括现在在中国，阿里巴巴和京东是中国电子商业的两大巨头。他们就是阿里巴巴和京东，现在是有在中国有重要的作用，并且有重要影响的企业。他们是巨头，清楚哈？我说的清晰吗？清楚，对，我说的清楚吗？哈，你们听清晰了吗？错，你们听清楚了吗？或者就是说，你们能不能清晰的看到我的 PPT？ 能够清晰的看到我的 PPT？ 好了，这个是清晰。好，你可以说大张老师。好，来。